把到他门口那个桌子上一放，我就准备走了。哎，出来一个女的，说这不是我了。在直播还是在拍视频？没直播。拍视频吗？哎，对，拍视频。就像那个车子的那个行车记录仪一样吗？啊，差不多吧。我以为你在直播了。没的。直播有文字的，对不对？直播要说话。啊？直播就要说话。不说话也有的，有的人就是睡觉，他也开着直播的。啊、那我没有那种，我就是把这个场景记录一下。你就是出来玩的。哎，对。州府没来过，看看。那边小上海啊，别的没有什么啊。这里有个雕塑，这个雕塑，这写的这周道之馆，嗯，会联系小上海，这是小上海，这个是介绍，嗯。隋唐以前就有陆地了。嗯，1949年5月解放的。以前很好的，现在顶到浦东去了，就发展就慢了，不行了。为什么合并了会不好嘞？嗯，以前属于南汇县嘛，南汇县跟浦东的新区合并掉了啊，合并掉了就发展就慢了。哦，因为重点发展浦东了。啊，北面了，就把这个放弃了。不是放弃了，就是资源少了嘛。资源少了啊！本来我是独立一家，现在他妈的被大哥资源占掉了。啊，就是比如说上面市里面发下来1个亿，本来兄弟两个人抢了嘛，本来你说好了1人1半，5000万1个，现在他妈大哥拿7，你拿3成，啊，那就发展不就慢了？对，是的。好，谢谢啊。五千毫安大容量电池，超长续航，持久陪伴。可以按脚，那网一收下来，给它那个。9点半。全场商品售罄日，1至96元，欢迎新老顾客前来选购。奥康祝您生活愉快。 那是这小超市呢？他们说什么的海鲜、水产鲜入合璧。这个东西吃在里边啊，真是。还有这个。 哎，哪里的？熬来的，嗯，去吧。熬了啊。嗯，熬了，先熬了吧。熬了老几个蛋，啊，老几个呢？好了。哎，这个呢？嗯。 好吧。号月初百货求天宝银楼，咨询热线0215809869。